马六甲慈济亲子班学员在父母的陪伴下举办爱心市集。今天准备了龙珠果决定还有龟苓膏，主要是给他 expose 一下咯，给他去接触一下制作的过程，然后多一些参与义卖的意义啊。今年三月开始，志工分别以多用心、慈悲心、愿力心、同理心，还有警惕心作为课程的主轴。这次是以爱心为主题，鼓励学员响应安心就学计划。我们要引导这些家长们呢，就是用行动来付出。刚好我们就有一个安心就学的计划，所以我们就鼓励家长呢，能够说伸出他们的双手，亲力亲为去募到爱心啊，然后呢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儿童。这跟我们讲要拿去慈济卖，先给更多的小孩子，然后可以让那些小孩子安心上学。爱心市集每一个过程都富有教育性，让孩子培养信心与勇气，更懂得服务社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黄福源，马来西亚报道。